天哪，为了卫生纸，阿Ben、徐小可大打出手了。这蛮厉害的，小丸子卫生纸。我去日本的这个药妆，打就100块。你说这样一个打的、啊？100块。对，这样一个100块。你买多少？2000台币。妈的！为什么我会买它？白吉胜看到这两样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买来跟你 PK。